这是我的工资卡，这是我自己做投资赚的钱。我想把我的全部身家和我一起交给你。队长，你这个时候应该跪下了。对呀，队长，跪下，跪下，跪下呀！哎，担心，担心，担心，好了，快起来吧。 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我会努力成为最优秀的男朋友。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给你最好的一切。我保证，忠于山林，忠于你。 别动！回去记得消毒，不然会发炎了。哇！ 欢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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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
方程。嗯，讨厌。队长，我们有事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走。这些花，他们知道你回来，临时买的，特地为你准备的。这是什么？蓖麻粉末，我在人体潜伏几个小时。韩西洲，我们不能动吗？我手麻了。撑好了。是程大海对不对？这多半是假的，这东西很难找的。这半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了，拼命的做报道出采访。我的采访不用一篇篇都告诉你吧？不用，我都看过了。你的每一个视频报道，每一篇新闻稿我都看过了。这可是你不当主持人不播新闻，不然我就可以天天看到你了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想。想想没有我的时候，你都在做些什么？我每天拼命工作，把自己填满，逼自己忙起来，这样我就没有时间想你了。但我还是失败了。就算午休十分钟，我做梦也会梦到你。但是我害怕，害怕克服不了自己的障碍。让我们都活在愧疚和痛苦中。对不起，
我好像带给你的难过，总是多于快乐。我知道有个地方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哪？你家。所以，你要带我回家吗？坐稳了。谢谢你，回到我身边。